这里，这个墙就有问题呀、啊！这个墙就有问题。摸一下看看。要去碰，触碰它。启动，启动，这是升降梯哦。要动了吗？哇哦！升降梯耶、欸！大丈夫かな、これ。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哦，直接滑落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。止まった。这个。这个升降梯太恐怖了。どうした？大丈夫か？大丈夫か？大丈夫ないかも。不像没事哦。大丈夫ない。つらいか？不用了啦，你就好好在车上，差别待遇。差别待遇太好笑了，跳了。要不时按住叉叉，才可以在这边跳来跳去。哎呦呦，刚刚 Yuna 呜。哦，刚刚有 Yuna 晃了两下，有没有看到？哦哦，晃一下，我要从这边跳下去。哎，我要跳过去这里。哦哦，这里有宝箱。嗯，喂，这里林峰杂杂嘎特，为了拿宝箱啊，努力不懈，不要放弃，不要忘记拿宝箱。差别待遇真的差很多呢。喂，哎呦，跳到最下面有东西吗？没有，跳回去。哎咻！哦吼吼 ，Yuna 已经变成有矫健的身手了，有没有？哎，要跳下来了。有矫健的身手啊，还是不好跳。喂，跳。这里。喂，哎，跳错边了。上面，上面，走，爬上去。爬到平台了。爬回平台。哎呦呦！没有了，忽然惨叫了一声，又是他。ルブランだよ、覚えておきな。哦，ルブラン。啊，あの泥棒。なんてこと言うんだい。これだから素人。就是这样才讨厌外行人。マウト面倒だから適当に。そこの。随便应付。理他会很麻烦，随便应付。本物のスフィアハンターってもう全然理解できていない。我觉得他们很像火箭队，有没有？这一代又要收服神奇宝贝，就是要收腰，还要理这个火箭队。火箭队。笑んじゃない。又要打了，又要打了。啊，我们可以计算要打他打几次啊？现在已经打第二次了。噔噔噔，你看祭典 ，Yuna 在祭典呢。盗取啊，盗取啊，盗取啊！哎、欸，用错了，用错了，盗取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啊，按下去。呜呜呜，铁臂哎、欸，可以直接用哎、欸，学会铁臂。呜呜呜，庆典，看一下庆典有什么。岩之木击，岩之木击是什么东西啊？踢出去哦。呜、哦，木击踢出去哦。让我好好看一下好不好？你们都不让我好好看一下动画。盗取，哎、欸、，miss 了吗？哎呦，雪白披肩，继续丢我的岩之木屐，呜呜呜，继续丢岩之木屐，丢岩之木屐实在太好笑了。真真打气，打气好像在打人哦。中火焰，呜呜呜，中火焰哎、欸，一只消散了。打一只哦，继续盗取。路不然，哎、欸，没人偷到东西。他身上是没东西，还是没人偷到东西？呦呦呦，拿着那两颗球打人，感觉怪怪的。我看一下其他人的，其他人也换祭点看看。哎呦，他头上带鹿形鸟哎、欸。那你也换一下，换一下音乐的。都看一下啊，都要看一下啊，没有看怎么行？攻击啊，战斗！喂喂喂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哦，太好笑了吧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鬼东西啊？该认真了，看一下庆典。
黑暗面具。黑暗面具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变装了，变装了，立刻变装了。噔，叮叮铃。哦，也会唱歌跳舞。舞蹈，黑暗之舞。按一下黑暗之舞了，跳黑暗之舞。噔噔噔，庆典，我刚刚有哦，炎之木精有。黑暗面具，哦，黑暗面具丢出去，人家就暗黑了。送你热腾腾的攻击。好了好了，我干嘛一直换？换回来好不好？换回枪手，看一下，太阴当枪手，全员祭典中。绿哥跳得很快，很有节奏感。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换装也要这样哦？这太搞笑了吧？这是来恶搞的吗？换枪手了。喂，神速反击啊！神速反击！咚咚咚咚咚咚咚！继续战斗哦！看一下，我继续变装，全员祭典是不是？再看一下绿口的祭典，木鸡根本就是把木鸡丢出去，然后用火焰魔法。看一下绿口的祭典是什么？蓝色的、欸，拿着棉花糖和金鱼，是在搞笑哦。哪里像什么干嘛？哪里在盐之金鱼是什么东西？丢金鱼哦，丢金鱼会遭天谴哦。哎呦，哦，哦，金鱼自爆了。哦，有点搞笑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太好笑了。Yuna，你不要再弹了。哦，拿那两颗一直弹来弹去。这个战斗太好笑了。我们正常一点好不好？我们正常一点了，不要再这样恶搞了。嗯哼，手加減してやってるのに超人乗るんじゃないよ。我们才在庆典，是谁手下留情？ずるい。他丢了，丢了烟雾弹。閉めてやる。金鱼比较灰。咳完了，咳完了。Mission start 要开始了，要追上他们是不是？比不然。路不然一行人更快到达山顶，路不然一行人不会，不知道会用什么方法阻碍我们前进。胜利条件：率先抵达遗迹山顶。怎么样？要快一点，要快一点，要快一点！跑跑跑跑跑跑跑！还会遇到怪哦！喂，遇什么怪啦？不要再祭典了，好不好？我不要祭典了，我换回正常一点的，好不好？不要祭典了，换正常一点的。都先把他们原本的练好了啦，原本的练好。然后好啦，换完了，换完了。他是第一次要这么久，是不是？就是没切换过的要这么久，以后要不要这么久啊？每一次都这么久，我受不了哦。他们两个人都在跳了。噔噔，什么东西？灵机一变，获得奖杯。灵机一变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又变装了。这个不是变过了吗？变过了也要等哦。我是应该要取消等待，要取消等待，不然每天看到他们变装就饱了。或是在战斗的时候不要一直变装。舞蹈了，黑暗之舞。遇怪不计时，遇怪计时还得了？遇怪计时我们就玩不下去了。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。二元素只有一耶，有七啊。有两个人在跳舞哦。
还没有变换到他们要的位置，还我要的位置。喂，哎呦，这个有了，神速板机啊，要多练多练神速板机。然后有二嘞，有三了，哦，不错不错。太阴，太阴，哎，这个来这里，继续换。我们为了要到我们的位置，先把主要的练好，再练其他装备好了。全部都手枪，就一直神速反击啊，一直按 L1。嗯，换回来了，换回原本造型啊！不要再搞笑造型了。以后我们可以挑我们喜欢的练，看你喜欢什么，我们就练什么。噔噔噔噔！呜、哦，叛逆的国中少女，要国中吗？不能高中吗？离上限还很久，到时候再看呐。他应该每一个有每一个的打法啦。现在先这样子，现在先这样打。蹦蹦，我们为什么打一只小怪都要这么久？感觉 L 会坏掉是不是？零呢、欸？太邪恶了！哦，爆炸了，爆炸了！很像雷光吼，他就搞不好就是雷光的原型呢、欸，原型机。继续走，走走走，我们要怎么样比他找到上面啊？要爬一些。哦，要走小路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里不行啊！哎、欸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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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不行。哎、欸，这里可以啊，感觉就可以。这里跳不上去吗？那为什么要坐路？这样会来不及耶、欸。他们已经消失到哪里去了？一直死了，我们赶快按圈圈呐、啊！赶快按圈圈。好，让它消散了。眼药两个。这里不能哎、欸。赶快跳回来，不然要走哪里？哎、欸，这里爬不上去。我对这一代的操作，这一代的地图很不熟悉啊，很不熟悉啊。噔噔噔！呜呜呜呜！砍死你们！你就一直一直砍，一直砍。就会变强，再调整什么变装速度，打完怪之后那个变装速度要调是不是？有空我来调一下啊。哎、欸，他们跑到哪里了？我哎、欸，我怎么上不去哦？我刚刚还上得去，现在上不去了。我一直卡在这边，感觉怪怪的、欸。哦，我现在没心情倒了，我要跑赢他们呢、欸，没心情倒猎了。盗取习得，盗取钱。喂，好啦，噔噔噔。对啊，要怎么收腰啊？我也不晓得哎、欸。他说要收腰，我们先走另外一边。哦，走这里。哦，赶快赶快！哎、欸，他跑出来阻挡我，差不多了。哦，还有人阻挡我们？这是什么鬼东西啦？是什么机枪蛇？机枪蛇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还有机枪蛇哎、欸！又死一只蛇，用那个神速扳机之后。那个走得好慢哦！哦，不管，还是要用。嘟嘟嘟嘟嘟嘟，打了八次，神速把金打八次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威力射击，习得威力射击。听说可以逃走，战斗都能逃走，只不过逃走就没有经验值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黑画面你在跑什么？哎、欸，黑画面为什么要跑时间？走这里，走这里，至少走对了，我也这么觉得，至少走对了。
刚刚那里不晓得什么卡在那里好久。